收渔网哈，兄弟们，这是咱昨天下午放的，这网乱的，有没有大鱼？这是个四指的网啊，四指的网眼啊，三层。咱收网就这么收就完了，上下上缸底缸一起收的，岸边直接往上拽，完了回去轻轻太阳一晒，哎呀呀，来来来，哎呦哎呦，鲨鱼，我操，快，大伙儿看，我靠，这么鱼，我操，这么大条鲫鱼，哎我的妈，兄弟们。这条鱼是昨天上了啊，它咋死了呢？憋了一晚上憋死了，你接着收。我靠，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，哎呀，后面还有，哇塞，鳞片了。那这是个啥？这是个大鲫鱼，看这个大鲫鱼兄弟们啊，发黑发黄，哎，哇塞，太漂亮了。哎，我的妈，这大鲫鱼太好了，就是有点这个水底下有点淤泥可能。喜欢捕鱼的哈，可以找地儿来个双击。还有没有啊？又来一个，又来两个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大鲫鱼，我去呢，这都是应该都是昨天上了啊。昨天晚上，昨天上的，闷了一晚上，不知道怎么憋死了。不过这鲫鱼太大了。哎，这，我靠，这大鲫鱼真是大。